北京有居士问的，他说他们有个疑惑，说提悟许久啊，都没有得到答案。他说在北京，居士可以受菩萨戒，有许多同修劝我们也去受。他们认为主要的理由啊是生生世世都随身带，那五戒就不行。那菩萨戒可以生生世世随身带，五戒怎么不行呢？对此学生大不解，请教出家法师，他们讲戒也有此条，是否大藏经中啊内容均不知啊。那么这个问题大致上我知道了。受菩萨戒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菩萨戒跟五戒不一样，五戒是论事不论心，比如讲杀生、偷盗，我心里想杀他，我心里想偷他，但是我确实没有做，不犯戒。他是论事，就像法官判案子一样，一定要有事实，没有事实啊，这个都没有罪，这是五戒。可是菩萨戒不同，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你动这个念头啊，就犯戒了，就破戒了。你说我并没有杀他了，我心里动个念头，动个念头就破戒了。所以菩萨戒难持啊，五戒容易啊，五戒十善都容易。这是佛教初学。菩萨戒绝不是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问题你是不是真的菩萨？如果受了菩萨戒，好，菩萨戒生生世世都带着，犯了破了戒的时候，那也生生世世都带着，这个麻烦不就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斟酌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在家的同学们最好是学戒，不要去受戒这个办法是我从前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他说我们能做到一条我们就学习一条先学戒，学到成熟了再去受那你就不会犯了吧。先练习受持自己真有把握的时候再去受。实在讲菩萨戒很难持啊。那么以后我到台中去学经教学讲经，那老师就劝我一定要受菩萨戒什么原因呢？如果不受菩萨戒在台上讲经这叫白衣，别人呢嫌弃你，说你都没有受菩萨戒你怎么可以讲经所以这个受菩萨戒是避免别人嫌疑受过菩萨戒就有责任为大众讲经说法这是可以的但是自己要晓得我们只是有名无实并非真的菩萨，不但是在家，出家亦复如是出家人当中三坛大戒都受过了
有没有真正比丘？没有啊。你看偶耶大师说的，弘一大师讲的，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哪里会有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自己可以在佛前求受，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可以得戒，但是求受必须有感应，没有感应呢，那你就没有得戒。决定是有感应的。那么感应里面最普遍的，自古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用瞻察行法，地藏经的搬这个瞻察方法，从这个地方求感应。明朝末年，偶耶大师就用这个方法得菩萨戒，绝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受的，那么我劝大家，五戒十善应当认真努力修学，具足五戒十善，念佛往生决定有把握。如果发心讲经，那确实要受一个名义上啊，要受个菩萨戒，免得别人说话。这是台湾同学问的，他说他在诵地藏经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害怕，总是感觉到身旁四周有许多看不见的众生，这种情形也常常发生在朋友身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个事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些四周围确确实实是有许多你看不见的众生，他们来求超度，你念经，他们在那里听经，是一桩好事情，你不害怕，他护持你，将来的时候，他们都是你的护法神，你怕他干什么了？确实有啊，知道，我们诵经的时候更真诚更专心，这个所有这些众生都得利益。这一位是天津来的居士，说学习这个课程已经有三年了，但是每念佛念到心平气和的时候常常流眼泪，从内心呢涌出很多悲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这种情形有佛在无量寿经上说过，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发现，知道就好了，那么由此可知，这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但是没有能认真，所以没有成就，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一生又遇到了，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有这种惭愧的意念，所以才有这些现象。那么知道了，就更应该认真努力，这一生呢，决定不要错过。
这是福顺几位同学们问的。他第一个问题，他是辽宁福顺市的居士。我们有很多居士，跟这个，这是哪一个？是陈师父，打过无声念佛佛七，百万洪名，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心里不会念佛，通过打完百万洪名无声念佛，我们心里能念佛了，而且心里总能提起这一句佛号，而且有很多人心里达到自念的程度。那么这个百日佛期打了五个无声呢，剩下来是有声的。因为我们觉得无声佛期特别受益，我们很想把无声佛期的情况和老师汇报一下。这个佛期，这个到底是有声是无声？个人根性不相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实在讲，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只有讲经说法，没有临众修行。你们查遍大藏经，世尊49年没有叫人在一起打过佛七，也没有打过禅七，佛只是讲经说法而已。修行呢，在个人，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懂得佛所说的一切法之后，他自己都会修行。至于我们大家集合在一起共修，这是祖师们提倡的。为什么要提倡呢？时代这一代一代相传，传到这个末法时期，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末法时期的人根性就钝了，烦恼重，智慧少啊，所以祖师提倡叫依众靠众，互相警策，互相帮助，目的在此地。你个人能够精进不懈，你不需要依众，你自己在家里修行就行了。那么大众在一起熏修，既然互相要依靠，诸位想想，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开口，他到底是在念佛还是在胡思乱想呢？主持的和尚有没有这个本事？他在胡思乱想，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你用什么方法检测他？畜生念佛呢？他胡思乱想，他也要大声念佛。如果真的胡思乱想，他念佛会念错了，很容易能发现的。道理在此地，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共修都是畜生的，
只有禅堂里面坐禅不出声，显教里面的这个净土宗是属于显教啊，都是畜生诵经啊，这个念佛啊。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有效？我刚才说过了，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对我有效果，对你未必有效果；对你有效果，对他未必有效果啊。所以我们顾及自己，也要顾及到大众。如果对自己有利，对大众不利，我们自己也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拖累别人。这个过失很重啊。大慈菩萨说得很好啊，这经上讲的，你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就超过自己修行。这两个人真的往生做佛了，这是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呢胜过自己，这是菩萨了，菩萨舍己为人呐，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所以我们的念佛堂是出身念佛的。那么通常念佛堂呢，出声念累了要止静，止静是默念不出声。古时候祖师大德在念佛堂中扰念的人呢，这个绕佛经行扰念的人是一定要出声，止静的时候可以不出声，行车大师他念佛的方法，这是他独创的一个方法。他将念佛堂的同修分成三个组，一个组绕佛出声念，两个足止静，坐下来的时候止静默念，不出声，跟着大家一起默念，那么时间是一支香，这一支香绕佛的人念完这一支香，他止静。第二个足啊接着绕念，他用这个方法调身调心，念佛他24小时佛号不中断，这个方法很好。我们今天念佛他这个24小时不中断呢，就是学行持法师。但是行持法师分三个组，我们不分组。分组的时候还是有限制。我们不分组没有限制。你有体力习惯绕佛，绕24小时也好吧。而且念佛呢越念越有精神。不会口干。不会觉得累，实在讲真正念佛是要出声是要绕佛的，没有坐下来的，你们都知道啊，这个佛门里头有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啊它一期是90天啊，90天里面决定不可以坐下来，不可以躺下来，他不能睡觉啊，90天叫佛力三昧，可以站着可以走着，90天不中断，这是出神念佛的。我们最初看到的是什么人
修这个法门呢，《华严经》上吉祥云比丘啊，那么也有六十华严里面，八十华严里面叫德云比丘啊，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他修这个法门。那善财童子去参访的时候，这是第一参的，就是吉祥云比丘啊。这个要真正发大心啊，不发大心的时候你做不到啊。那么在你们东北啊，长春北国兴隆寺的常慧法师，上一次有人告诉我，他已经140多天没睡觉了，他就是这个博州三昧啊，他已经有140多天啊，没有睡觉了，没有躺下来，没有坐下来啊，所以北朝鲜的山神啊会请他，有道理啊。啊，你一般念佛人没有这个功夫啊，他有这个功夫啊，所以山神请他做导师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这些理论呢，与修学的方法啊，确确实实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提起精神拼命去干。当然我们是凡夫，决定要求三宝加持啊，没有三宝威神加持我们做不到啊。如何能得三宝加持？真诚心，拼命的心啊，死也不舍，也不舍弃，就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山神保佑了。你没有必死的决心，护法神不会照顾你，护法神在旁边笑你，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事情总要真干才行。那么同时出生念佛有好处，就是旁边有很多鬼神，就像刚才他问的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他在旁边听，他们读得理啊，所以出生念呢会度很多众生，不出生是度自己一个人，出生决定度很多众生。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从前参加过白羊教啊，通过接触净土法门，我们就在佛前发愿舍去白羊教，专修净土啊。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去看灵啊？去看呢临着修白羊法门的老人家啊，包括过年过节啊，老人家过生日，啊，这个可以的啊。他们修的这个白羊教大概也不是政府承认的啊，可能是属于邪教啊。有缘呢应当要帮助他们啊，转邪为正呐，啊，要帮助他们，要劝导他们啊，给他们说佛法真实利益功德啊，年节去看看他们，好，这是应该的啊。你像我们这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要常常去问候。常常往来，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帮助他们回头。第三个问题，他说居士可不可以到寺院临众打旗，就是到寺院临众打佛旗啊，如法佛，这个可以，没有问题啊。到这个寺院，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法师临众，居士可以啊，可以带领大众啊念佛，也可以为大众啊讲开示。但是讲经呢，这个在家居士刚才说过了，应当去受菩萨戒啊，受过菩萨戒，这个上台讲经是如法的啊。第四，就有很多人修密法啊，说自己要没有能力修上师啊，给破瓦直接送到极乐世界，我们大众请师父开示。密法里面也有修净土法门的，佛法的修学决定要有经论作依据。世尊灭度之前传给后代的学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依法啊。四依法第一条，依法不依人啊，法是经典，我们今天所依的是净土三经一论。三经一论里头没有说的，我们决定不依啊。依照三经一论啊，现在是五经一论，这个法门从慧远大师啊，东晋时代一直到今天，每一个朝代依照法门修学的成就的往生的太多太多了，并没有说不修密就不能往生，经上没这个说法啊，也没有，经上也没有说法修了密才能够上品上生，都没这个说法啊。所以我们学哪一个法门，决定要依哪一部经典啊，要依靠某一个老师，老师对我们负责任，所以一定要求真善知识，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有疑惑，我们一定请教老师，我们不能问别人，问别人你要老师干什么，你就不需要老师了吧。老师为我们解除疑惑吧，老师是我们修学的依靠，自己在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不能离开老师啊。古人离开老师自己可以独立修行了，条件是大彻大悟啊。这在禅宗教下呢是大开圆觉，你才有能才可以离开老师啊。不到这个境界一定要跟老师，因为你还不认识路啊。我们现在很难
没有善知识啊，外面说法的人太多了啊，这佛都讲过，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东听听西听听，不知道跟谁学好啊，听多了听乱了无所适从，在这种状况之下遇到真善知识都不教你了，为什么？你已经乱了，你的疑惑太多了，传给你正法你怀疑，这是自己乱了正觉啊，自己要负责任啊。所以真正善知识他愿意教什么人？他愿意教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他愿意教这种人啊。你学的很多，学的很乱，非常麻烦啊。谚语常说先入为主啊，就是你的主观成见太深了啊，要想跟你辩论把你再说回头太难太难了啊。于是怎么样？随缘了，劝劝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可是真正是他的学生，他必须全心全力去照顾啊！真正学生是百分之百的顺从啊，完全依靠老师，这老师对他负责任啊。对老师没有信心，老师对学生不能负责任，想教他也不行啊。这个是师生之道，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五个问题，他说有人有的居士问修净土可不可以念六字大明咒和准提咒，这个就是杂修了，不是专修了这个事情都不必问，看经，你看看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甚至于大势至圆通章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有没有教你你就知道了而佛在经典上苦口婆心教给我们，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偏偏不肯相信，还找这么大的圈子，惹这么多的麻烦让我们在这里费这么多口舌，这是造业呀，这不相信佛的话嘛你爱怎么修就怎么修，是不是这个与佛、与菩萨、与祖师大德都不相干这一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修行过程当中应该先修自身这是最根本的基础但在密宗中呢，是否可以破开这些只是看上师看根基密宗念大乘佛教但我在修密的同修当中看到有些金刚兄弟做许多不如法的事情上师讲修密的根基很重要，但我从不入法的同修身上看不到他们上师的根基。这个事情你问你的密宗上师，我不给你解答。第二个问题，法师讲因果经，儿女要孝顺父母，
勤恩师指教儿女不孝，是否在给父母消业障？哦哟，这个是，这个是，那你是菩萨再来了，你就不要问我了。说是你不孝啊，是给父母消业障。你这个提倡什么呢？叫天下做儿女的都不要孝顺父母，为什么呢？替父母消业障。这个世界会被你这一句话毁灭掉，你堕阿鼻地狱，永劫不能翻身。诸佛菩萨都叫孝，你叫不孝，你跟佛走的是相反的路，这个太可怕了。因果自己要负责任。这位同学问的啊，弟子每日早中晚以诵弥陀经佛号为日课，不诵其他经典，可否如法乎？非常非常如法。这真正叫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如果你一生当中不断，你往生是肯定的啊，决定得生净土。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常常听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佛号声，心静的时候愈静呢，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是好是坏？是否会是魔境？弟子心中不安啊，这个是好境界。魔念佛也是好事情吧？那魔就变成佛了嘛，所以这种境界，很多人都有啊，不是你一个人有，是功夫得力的现象。但是要以平常心来看，不要生欢喜心。也没有恐惧，非常正常啊！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念下去啊。第三个是，弟子有几个亲戚不在新加坡，不知可否代替皈依啊？他们本人愿意。这个皈依刚才说过了，可以在佛菩萨像面前自己求受皈依。一定要懂得皈依的道理啊，才如法啊。那么我们有三皈传授的这个录像带啊，现在做成光碟了啊，还有小册子啊，必须多听多看，对于三皈的意义完全了解了，然后在佛前发愿受三皈都可以。都可以得到啊，那么三皈的证书我们可以送给他啊。这是福建的居士，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居士在家自己面对佛像进行拔关斋戒，是否可以？可以的啊，这是经上有明文啊，自己可以在佛前受拔关斋戒。这个求受无戒三皈都可以啊。第二，居士在家面对佛像读诵《金刚经》等大乘经典，是否一定啊又做蒙山仪式？这个没有，不一定啊，可以不做。如果做蒙山，你就天天做。不可以呀，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这个不可以。蒙山是请恶鬼吃饭，哎，你请他吃饭，到时候他就来了。那时候你不做了，你不给他吃的时候，他就生烦恼了，啊，所以请客呢，那你常常请，那不请你就不要惹这个麻烦，啊，所以这个放蒙山是请鬼吃饭的，啊。居士本身修净土念佛法门，是否能到寺院礼忏
诵经念咒，祈祷平安，事业发达。你如果想做，你就去做吧，免得妨碍你事业发达。但是，从前祖师大德讲得好，所有金忏都不能消的罪业，唯有一句佛号能够消除，你才晓得佛号的功德有多大。几乎全世界人修忏都抵不过的一句佛号功德，很可惜啊，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懂。真正懂了的时候，印光大师给我们做榜样的，一生就一句阿弥陀佛。什么经忏咒的时候，经典他都不念，就是一句佛号。我们讲经也常常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千经万论总归结归到一句佛号。你看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真正认清楚明白了，抓住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修行的方法通通在其中，一个都不漏，你就全修了，何必还要零零碎碎搞这些东西，自己找麻烦。你是抓到总纲领的。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大佛到此地。